非常的 Kiki， 那当然今天大家带来满满的祝贺，我们通通都有收到了。那也希望今天由我们的四虎餐天宫为大家准备哦，今天晚上这个非常丰盛、非常棒的一个平安晚宴，咱做伙来欢迎着、欢迎着咱的关圣帝君，共同来给咱祝贺祝喜。不比的所有咱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也能万事如意。谢谢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长官贵宾，再次感谢各位。那么接下来舞台上呢，我们再为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的时间。晚上呢，我们也即将在8点钟会为大家来进行美丽的音乐烟火，也让我们的稍微来做期待一下哈。目前呢，我们大约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舞台上我们先为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我也没记起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盛装在街口，盛装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靠好你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、哦，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我跟你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战斗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盛装在街口，盛装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要好的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盛装在街口，盛装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相撞在街口，相撞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谢谢来自我们的张玉老师精彩的爱人错过，来自于告五人的作品，刚刚好。我们今天呢在晚间8点钟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音乐烟火，要跟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。看来给那给了来你们一起行聊令一一的来上桌。接下来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良辰吉时，来到我们的晚间8点钟
点钟，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将你们的目光焦点聚集在您身后的这个天空布幕。今天的高空烟火、音乐烟火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赵守岳董事长，也谢谢我们的张永松董事长哦，为我们呢来打造这一段非常精彩的音乐烟火。那现场的朋友也让我们一同来倒数10秒钟的时间，趁这个时间，大家赶快把手机、录影机赶快拿出来啊！就在我们身后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空当中，我们也即将带给大家这一段精彩的烟火秀。接下来也是让我们现场一起来倒数10秒钟的时间，十。